阿弥陀佛，大家好，这是真博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579集的播出。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妙音天女的心咒，祈请传承大加持。最有智慧的辩才天女妙音天女放光普照，大家播放的是妙音天女的心咒，我们祈请根本传承放光普照，祈请妙音天女加持，我们参加读书会的同门能够明白禅宗的意旨。
我们同时做网络的直播分享，我们一起来祈请妙音佛母、妙音天女。传承加持，祈请妙音佛母开启我们的智慧。是印尼话的妙音天女的意思哦。再分享一个，我们就要进入节目开始了。
大家好，这是真博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579集的播出。哇，这个已经快要600集了，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师尊禅宗的禅的世界。今天添了很多花蝴蝶，你喜欢吗？我们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优美赖、陈七彩、哈根佑啊、邱嘎波啊、高玉玲，哇，唱这个歌很开心，对不对？啊 ，Einstein、徐月英啊、傅世锦、俊雄、梁文琪啊，还有邱嘎波，敦敦，朱敦栋，你的名字好可爱。好，以心亮亮，好，邱彪一旦，还有黄传义。那个陈振峰、李欣亮亮、优美赖，我看看 Amy Jiu 啊、陈文瑞、Shirley Lin、Jennifer Wade， 还有这个谁，桂花酱啊，就被一旦啊，这个好。那我们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我们讲什么？先把那个字打亮一点。好，上一集同门讲，那个有一个是。拿到菊花证书的 NROO 槟城的余顺奇，好，那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好，上一集同门讲那个爱因斯坦讲心花朵朵开，就是这样，如果能够开悟实践无碍，一眼看去毫无遮障，心开意明了。好，师尊的诗，大日在乌云之上，乌云就是无明，只要将乌云层层扫除，一切就能够得到放晴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听话，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后呢，但是会有因果的牵缠啊。那东墙打西墙的意思就是，这个世人都是有分别心，也都是在相对论的范围之内。例如一黑一白，阴阳善恶真假，咒与业，正与邪，全是相对的。事实上，在红尘之中，从天上到地下，认真去分别，几乎全部都是相对的。好，这个是爱因斯坦的体悟，蛮多的哦。瑞秋俊，善与恶的善业与恶业都是同事，消除业障哦，这也是禅的境界。叫你最后呢，不是善恶不分哦，是心中没有善恶哦，只有真如佛性。无所求的心能够让心沉淀到最深的禅定。你看大家参加这个我们的读书会哦，心境都有进步，写得都很好哦。丽莎令，感恩师尊大加持，感恩我们的这个化禅参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哦。那我们禅机对禅机已经播出来了有几集了哦，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也比较深一点哦，字也比较拗口一点。不过呢，就是大家呢看了这个将近600集的师尊文集读书会，我们已经讲了师尊的很多神通的故事或者哲思。那么呢，对于禅宗师尊讲的禅宗的这个文集哦，大家会不会说一开始就有一种啊，反正都看不懂啊，这个看不懂，那就给看懂的人看了、啊，会不会有一种害怕的心理？所以呢，可是呢，我告诉你，师尊所有文集里面最精彩最精要的就是这个禅宗的书，因为没有人能够解开他的答案，解的人也是解一半。因为呢，师尊是真正三分钟就能够入定参禅的，他能够实修实证的。你们想不想知道师尊的正量在哪里？所以呢，在这个禅机对禅机这个书里面哦，我们不只把师尊的这个故事讲了，我们也找出师尊以前关于参禅的经验，然后呢来对照这本书哦，让大家能够更心开一结。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还有谁上来了，惠莲令，还有 Emil Budino， 陈乔峰啊、Joello 啊、雍丹娟啊、还有哇王国惠天来功课，是不是？高王金上次新做功课啊，好，以心亮亮，台南礼拜六要同修，怕回来时间比较晚，没有办法啊。台南礼拜六要同修，我大概礼拜六会去台南。
好，陈继才啊，哈根又就嘎布啊，还有这个 Diamond，嘿，谢谢大家上来哦。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什么？红日西升啊，红红的太阳从西边上来。哎，你们有没有听错？太阳，大家有看那个，有夕阳，对不对？还有朝阳哦，看日出。你去阿里山看日出，请问你是站在东方看到日出？还是站在西方看到日出，你不要跟我讲站在西方看日出，绝对没有这个回事的哈、哦。太阳是从东边上来的，要喝一口水，嘿嘿。好、哦，太阳是从东边上来的，没有从西边上来。可是禅师他讲太阳是从西边上来的，你相信吗？这个又是禅师哦，他在讲一个境界，我们来看看到底故事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有个禅师哦，就问另外一个禅师哦，哎，什么是佛法大义？哇，那个哦，禅宗的祖师啊，喜欢问啊，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啊？昨天问说什么是你的和尚家风，对不对？哎，那今天呢，这个禅师就问另外一个禅师，什么叫做这个佛法大义呀、啊？我帮大家找资料，哎，师尊怎么看佛法大义？在随风的脚步走，师尊的文集里面，他讲啊，师尊讲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佛法？所有一切都是佛法。哦，这师尊讲的，吃饭也是佛法，睡觉也是佛法，走路也是佛法，修行听音乐，无处不是，都是在佛法里面。好，然后呢，师尊讲说，现在的禅宗啊、净土宗、密宗，哎，还有是律宗，全部都是佛法，你不用怀疑了。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修可以修的，什么是不可修的？嘿，佛经上有讲，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任何法门均不出这个心，哎，心的本源。这个心呢，虽然是没有形象的，应物现形。嘿，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应物现形哦。等下再跟大家报告，应物现形，佛法大义均是如此。所以呢，师尊呢在随风的脚步走，嘿，讲什么都是佛法，任何的宗派啊，佛教的任何的教派都是佛法。然后呢，佛法像什么？应物现形。哎，你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它就展现什么样的风貌，展现什么样的佛法风貌。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所以这个禅师呢，这个哎，我把我的哎小黄带出来了，嘿嘿，还有个小红带出来了，哇，这个禅师，假如这两个是禅师，这个禅师问这个禅师，嗨，你好，今天有没有吃饭？有啊，我吃饭，你吃几碗？当然，禅师不是问这个禅师问他，请问什么叫做佛法？这个禅师他讲什么？哎，一乘人，水乘田，哇，一乘人，水乘田，哇，衣服的衣，然后成功的成，对不对？这个禅师讲一乘人哈、哦，然后呢水，然后乘田，耕田的田，哇，一乘人，水乘田，这个是讲什么？嘿嘿。好，那这个禅师又讲黄梅祖师席上，黄梅祖师呢，黄梅哈、哦、是在中国的大概湖北、江西、安徽那个地方啊、有这个最有名的黄梅调哈、哦。黄梅这个地区呢，有出现禅宗的几位祖师啊，四祖啊，好、哦、道信五祖弘忍啊，六祖也是慧能禅师，对不对？黄梅是禅宗之乡哦，对不对？啊，黄梅那边的禅师呢，好、哦，在这个法会上有千人来参加，这个他就讲黄梅，哦，海众千人赴法传，你把这个衣钵祖衣传给那个叫做对方行者，对方呢，一个石头的石，在一个。哎，家，这个家就是人土土那个家，一个石头的石在一个家，那方是一个土在一个方。黄梅祖师把这个祖衣把心印传给对方行者，嘿，逝者红日西升，
飞则月轮东上餐。哇，这个文字哦，所以哦，你们在看师尊的，我先讲到这里哦。你们在看师尊在写这些文字，麻烦你准备另外一台手机。这个手机呢，里面有个神，这个神叫做 Google 大神。所以呢，你说哎，上次我都看不懂怎么办？你就把名词查放在 Google，Google 就告诉你什么叫黄眉祖师哦。黄眉就是在什么？中国的湖北、江西、安徽一带的一个地区，然后呢有著名的黄梅调，那它也是文化之乡。那个黄梅这个地方呢，有出了几个中国古代很有名的禅师，像四祖的道信、五祖弘忍、六祖也是这个六祖那个慧能禅师，对不对？也是在这个黄梅这一带哦，所以他讲黄梅祖师就是指这个禅宗的祖师。那他禅宗的哪一个祖师把这个衣钵传给那个在厨房里舂米的，嘿嘿，对不对？哦，六祖慧能嘛，五祖弘忍大师传心印给六祖慧能嘛。那六祖慧能禅师当时呢，他在学佛的时候啊，在五祖弘忍大师的门下，他只是在舂米，在厨房里面打工的，打杂工的。你看不出来，他已经是一个开悟的，对不对？他传法给他，好，传法给他的这一件事情呢，哇，是则弘日西升啊，非则那个月什么啊，月轮东升。我去查，月亮呢是你们有没有注意？月亮，太阳是从东边起来，月亮是从东边起来还是西边起来？嘿嘿，你们想想看，月亮是从哪里起来？嘿嘿，好，新大陆，蔡荣龙、俞正宏、吴秀吉、优美赖的功课，谢谢林秀英、瑞秀俊。师尊讲什么是佛法？无处不是佛法，什么都是佛法，心佛众生都是佛法啊！应物现行哈，那个应不是应那个应该的应哈，应物现行。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展现佛法，嘿哈，应物现形。谢谢你，瑞秀俊，这个告诉我们哈，帮我们整理应物现形呢，应该的应哦啊，物理的物，出现的现啊，那形状的形哈，应物现形。也就是说，我看看是不是应物现形哈，对，形状的形。你看这个是水，对不对？水现在是长方形，呵呵，对不对？你水你放在碗不是圆形吗？对不对？你水如果放在一个方形的盒子，它就方形嘛。佛法就是这样子，它碰到什么东西，它展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叫应物现形。好，再来讲这个太阳到底是东边出来是，那个月亮是东边出来是西边出来？哦，那个好，已经在打赌的时候会说一句，他明天假如上课不迟到的话，太阳从西边升起来，表示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太阳打西边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出乎意料的哦。好，月凝时节，Johor Sing 啊，Lisa Lim，Diamond 林玉珍，Collie Lee，梅瓜 Lim 啊，还有这个，哇，陈乔峰上来了哦，Joanne Lo，雍花券，Alice Tan 啊。好，这个王国会有贴来功课了，哇，王国会又贴来了，那个13位的功课，纷纷现在改成什么？一心是不是？你那个一个土再一个齐，那个怎么念哈？好，反正都习惯叫你纷纷了哈。红豆汤你好啊，红豆汤贴来功课，蓉蓉新大力还有好，你那个土再一个金那个字要发音发什么？帮我查一下好。那我那个月亮，我去帮大家查资料。月亮也是从东边起来的，好，太阳也是从东边起来。可是呢，这位祖师他把祖衣心印传给六祖慧能，那么呢，是则太阳从西边起来，或者月亮非则月亮从东边起来，这有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不要管月亮，太阳可能从东，这个从西边起来嘛，是则太阳从西边起来嘛，太阳可能从西边起来吗？嘿，师尊要你们参什么呢？好，刚刚那个祖师讲说这个，
如何是佛法大义？他这个这个祖师讲，哈，假设说是他讲的，一成人，水成田，就是佛法大义，对不对？佛法大义，佛法大义跟一福成人，那水成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师尊有讲答案，师尊怎么讲呢？人要穿衣服才人模人样的，那佛法就是衣服了。对不对？我穿这个，对不对？我若穿一个 T 恤来做网络直播，啊，我一定上次乱穿衣服做网络直播，哎，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佛法呢，好、哦，虽然说就像衣服一样，我们穿得很庄严，然后就会有这个人的样子啊，对不对？哎，你去参哦，那水成田呢、啊，当然也是田呢。耕田一定要有水，对不对？才能够稻米成长。所以佛法呢，就是那个耕田的那个水，帮助稻子成长。佛法就像衣服一样，帮助人庄严。所以呢，佛法的大义就是像衣服一样，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就像那个稻田里面的水一样啊。这个叫佛法大义。好，那所以呢，刚刚介绍到师尊讲的，在随风的脚步走，师尊讲什么？佛法什么不是佛法？什么都是佛法，应物现行。我刚不是举了一个矿泉水的例子吗？它装在这里，好像就是长方形的，好，装在这个方形的盒子，好像就是方形一样。那随你运用的，你怎么运用的，它就现这个应用的形状给你用一样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讲在讲佛法大义，所以佛法是固定的嘛。你能够讲说，只有这个经典才是佛法吗？哦，那你吃饭睡觉就不算佛法吗？我们密宗有啊，你吃饭的时候不是要超度吗？要供养吗？那要观想，那个不是佛法吗？睡觉不是佛法吗？你睡觉不是有眠光法？走路难道不是佛法吗？走路呢，你看左脚右脚，精行专一，那个就是佛法了。开车算不算佛法？也是啊，一边开车一边念咒也是佛法。所以佛法不是到处都有吗？所以佛法的大义已经没有办法用一个东西来约束什么不是佛法，是运用的问题，应物现行的问题。就像衣服，对不对？这个让你穿，让你庄严啊，那个稻田一样，让你这个水里面，这个稻田里面啊有水，让这个稻子成长一样，是帮你运用的，能够活用的啊、哦，这个佛法大义，好，所以让你去参了。那但是为什么有红日牺牲呢、哦？等一下，这个祖师传五祖弘忍传那个。衣钵给六祖慧能大师啊，为什么是红日牺牲？好、哦，那红红的太阳为什么打西边起来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师尊要大家参，是说我陆世尊参小小的禅机，如何能够难得住我啊？师尊啊，像我这样的明眼人，真的不用吹灰之力。什么叫做红日牺牲？师尊讲，宇宙粉碎。把宇宙啪又打碎了。宇宙有多大？你看看那个太阳，对不对？我们都讲太阳系，你抬头看天空有个太阳，你会看到一个太阳，你应该不会看到两个，你顶多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对不对？啊，看让你看所有这个宇宙呢的这个太阳系，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太阳系，是很多很多的太阳系，也有很多很多的宇宙。但是呢，师尊讲宇宙粉碎，太阳从西边出来就是把宇宙粉碎了，宇宙粉碎，哇，这什么意思？这么重地址，你为什么不去参？何不参我这句话？什么是宇宙粉碎？所以呢，禅宗的境界它不让你有时候师尊告诉你这个答案是这样子，对不对？佛法大义是什么？可是进一步你了解佛法大义了，你可以运用了再来，但是他到达他最顶的、最顶端、最顶级的，那个诚品书局有旗舰店，然后一般的店面，你已经逛了一般的店面，还要到旗舰店，到最原始、
最开始的第一家店，对不对？那佛法让你到最顶级的、最上面的是什么？哇，宇宙粉碎。为什么太阳从西边出来是宇宙粉碎？西边难道西边跟东边是一样吗？如果西边跟东边是一样的时候，那你这个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好，你自己去参了。好，这个是第一段，再来呢？那又有一个出家人，哇，问世尊，假设是这样子，比较容易记得哦。那个，请问师傅，什么叫做传承？师傅讲，你要知道传承，一条白链去哈。这个师傅讲，白链，白链是什么呢？白色的绢布叫白链。什么叫传承？白链，一条白链。我怎么抓一条像哈达一样的白色的绢布，叫白练，白色的白，练习的练。那这个徒弟又问师傅，什么叫做白练？什么是一条白练？传承为什么是一条白练？哇，这个时候师傅就讲了，师傅要讲一句话，他讲一念万年去，一个念头一万年就过了。一个念头，请问几秒？对不对？如果一分钟有60秒，一分钟有60秒，然后呢，10分钟就有600秒，那100分钟就6万秒，对不对？以此类推。可是呢，他这个师傅在讲一个念头就万年去，哇，这个时间怎么很短的时间跟很长的时间是一样的？哦，这个就也是禅宗的境界，禅宗的境界，所以。师尊在讲《圆觉经》的时候，我常举一个例子哦。师尊在讲《圆觉经》，他讲说他随时随地可以打开时空的拉链，回到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当下就是2500年前？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这个台湾的时间是晚上10点多。在西雅图呢？西雅图的时间是多少？是不是在早上的7点多？哦，对不对？那你现在呢？现在台湾的这个时间是西雅图的未来。西雅图的，西雅图现在这个时间是台湾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早上已经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时间跟空间，以我们现在这3度空间来讲，同一个。时刻各地方的时差都不一样，这个是3度空间，可是师尊呢，他的正量是1次元空间，哇，他可以在1秒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已经到2500年前了。所以呢，对一个开悟者的来讲，什么叫做现在，什么叫过去，什么叫未来，这个就是禅师的正量。所以一念万年去是什么意思？你们去想想看，一刹那，一万年，哇，什么又是一念万年哦？然后呢，师尊就讲，这个修也，休息的休，修也歇息的歇，把它，这个歇下来。冷也寒，寒也，那枯是那个植物枯萎了哦，干掉了，枯也。灰和灰色的灰，灰也，休也，歇也，冷也，寒也，枯也，灰也，什么叫做一念万年啊？所以讲休也，歇也，冷也，寒也，枯也，灰也，又是休息，又是很冷啊，很寒，然后又是干枯了，干掉了，然后又是灰灰的，好，这个就是一念万年啊。那这是什么境界呢？这个说，似懂非懂，啊，那师傅又讲，红日西升，太阳从西边出来，好，刚刚已经跟你们解释了，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传承？师傅讲说，像一条白链一样，什么叫一条白链？一念万年，什么叫一念万年？那师傅讲，休息，把它停歇下来。很冷，然后很这个干枯的啊，这什么意思？红日西升，那你一个一个去把它慢慢参。所以呢，你看了我这个读书会之后哦，你把原文好，还有书再拿来看，再去想，
嘿，然后你还要用禅定去这个关照啊，所以世尊的正量是一刹那，这个是我这个在世尊的文集资料里面，所以吼，你们去看这个禅宗公案，就算你看不懂，麻烦你可以用一个神叫 Google 大神，好，什么叫做一念一刹那，一刹那又刹那变成永恒，好，世尊的正量是一刹那，就是。可以到宇宙不受空间的限制，对不对？哦，对啊，哈、哦，啊，还有谁啊？以心三正禅师这句"一尘人，水尘莲"啊、哦，是不是跟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有水必有田，人有时富果，才能够成就佛法？不确定是不是这一句很妙？对，嘿嘿嘿，哦，你有水必有田哈、哦，然后但是如果。遇到旱灾，水就没有田，田就没有水哦。人有时富果才能够成就佛法，嘿，对啊，你这样讲也是对啊。那人佛法呢？它讲的是佛法，它象征什么？像这个田里的水，像人要吃穿的衣服一样，方便众生的运用。嘿，好，没关系，你可以再继续想哦。哦，这个那鸡土跟金念鸡是不是鸡哈鸡，鸡 QI 是不是士哎，啊士是那个柿子的士是不是？好，传承是白莲，因一个念头过去，比喻很短的时间跟很长的时间是一样的。好，这个回答的不错，你们自己去参了哦。陈林真，Janice John 啊，Elistan 一成人，人要穿衣，才是人模人样。是佛法即是衣，水成田，田一定要有水才能够有稻米成长。佛法即是水哦，佛法这个像水一样哦，只能说它是一种应物成形的嘿，啊。要其自己去体悟了，也是很好啦哦。面瓜令佛法分分秒秒在这个白千恒河沙里无所不在哦。对，好，Richard Jin 佛法最顶级的宇宙粉碎自己餐，许慧玉丽莎令啊的功课，谢谢。好，May Lotus 啊，郑伯金的功课，谢谢。还有这个谁？Richard Jin 吃饭睡觉都是佛法，佛法的大意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佛法。佛法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上的运用，好，SK Low，哇，这个谁，Majini Ma 的功课，谢谢，啊，水莲，哇，这个又，这个Diamond 的功课，谢谢，杜星河，Edison 一念万年是休也歇也冷也寒也枯也灰也，哇，谢谢你帮我们贴上来，对，就是这几个字，你们去看为什么当下一歇，对不对？禅宗祖师要讲当下一些歇什么，歇掉什么？你的念头吗？你的执着吗？你的爱吗？你的恨吗？你的欲望吗？当下一歇，为什么就是万年哈？好，你自己去参了冰卷。上次晚上好，回到台湾对，世尊正量是一刹那可以到宇宙不受空间限制的，对。好，这个还有谁？吴秀吉的功课，谢谢。好，我帮大家参了、帮大家找到资料。一念万年去，一念等于一万年。这个在第几页？125页。好，1亿。那这个在开悟大都公开。这篇文章你们可以看很多次哦。那个密教奥义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开悟大公开》，昨天介绍到。啊，如何那个念佛禅宗念佛，然后呢念到这个参谁在念佛？今天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参的方法，写在这本书上哦，《密教奥义书》讲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如何去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个就讲到一念万年了，师尊是这样讲，在禅宗里面讲，所有的法都归于你的一个心嘛，对不对？心生万法啊，或者说，所有的有部是来自于空部，你看那个彩虹，呵呵，
你说那个虚空不是有彩虹吗？下过雨有彩虹，彩虹从哪里来？从一个太阳，太阳折射变成彩虹，所以呢是从一个源头，然后散发出来的。所以呢，所有散发出来的都要回到源头，万法归一。好，那这个一呢又归哪里？我用这样子来解释哦，所以呢，在禅宗里面，禅万法归一，彩虹归太阳，太阳又归哪里？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他说师尊教我们怎么参，他说宜先明白所有的万念，万念是从见闻觉知出来的，哇，所以你起了念头，这个是黄色的，这个是粉红色的，对不对？就是从你所看的、所听的、所感觉、所知觉的见闻觉知出来的嘛，所有的万念都是从见闻觉知来的。然后呢，三界唯心啊，对不对？所有的法界是从你的心，也是从你的心念出来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哦。然后呢，心指的是见闻觉知。哎，这个讲的又蛮深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六识，对不对？也是六根，也是六识，然后色身香味触法是六尘，从你的六识六尘12处里面产生演化出种种的，所有的感觉，所有看的，所有感觉的，那这个呢，还是表面上比较粗的那个心识哦。那这个是呢，是指是能够认识万法从本来面目而生的。所以呢，你这些所看到的之前哈，又要到之前呢，是从本来面目而生，如如不动。所以你在还没有起念头的时候，我还没有告诉你这个小记忆之前，你还没有再去看这个，这个猫之前，你的念头是什么？你空空的，对不对？你空空的时候呢，我突然告诉你，这个有一个小鸡，这个有一个小猫，对不对？你就看到了这两个的颜色，可是这个两个颜色我还没告诉你之前，你脑袋不是空空的吗？在等待我跟你讲什么，对不对？你还在空空的时候呢，你再把它认取你原来本来的面目，所以呢，你在空空的那时候还是在见闻觉知，还没有到达空性。可是呢，在你空空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往上认取到最高的顶级的，本来面目要去认取，从本来面目如如不动，然后呢也不起念见闻觉知，只是将万念归于一念。像无始无明，是取本来面目，是来是去，时机一至，豁然贯通，就可以看见万法从自性而生。哇，这个字好深，真的是很难解释。以及说，所以呢，三正禅师说的意思，会不会是人要的是属于贪？佛法不限制于禅定，而是要把生活的自然啊，要把生活的自然，当人在世间。还是会穿衣服，其实人并没有任何一件衣服，吃的东西全部都是从最原始的水来的。你的话，我要再看多看几次。我也不大懂你的意思。是人要的都是属于贪的吗？其实你如果是你本分上，你有一件衣服，那你够用，对不对？那是适合你身上的，你当然是就是在你本分内。但是你一次要很多，又要名牌，对不对？又要跟人家比这个，又要比那个，那个就是有贪的。但是如果是你分内的，够用的、满足的，那个也不一定是贪的哦。所以你的吃的、穿的都一样。你在分内的都不算是贪的，你额外要的才是贪的哦。包宣妞，还有谁？这个丹妹妹、郑明达，但太阳出来只是一刹那，日薄西山落了，所以人来世界也是一刹那。Komira、张妙柔、吴秀吉的功课，还有 Sally Go 的功课，谢谢 Diamond 的功课，好。
我的思量逻辑有点不太对，不过没有关系，嘿，至少你在思量的时候，你白天上班的那些妄念已经散掉了，一直在想这个算不算贪，对不对？佛法像是什么呢？好，那所以我再回到师尊讲的，哦，《密教奥义书》里面，简单的来讲，就是你所有的念头，哦，起于心的念头。那那个你还没有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你的脑袋是空空的，你脑袋空空的，你往源头去想本来面目，去认取本来面目，嘿，一直给他认取本来面目，本来面目，一直认取到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认取了。然后就像母鸡在抱那个鸡蛋一样啊。时间到了，打破了，嘿，那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宇宙粉碎了。本来面目，你去认取本来面目，原来是如如不动的，也不会起念头，不会起见闻觉知的，你就能够把所有的万念归于一念，然后一念呢，再归于无始无明，归于本来面目，嘿，然后去认取，一直是认取的。所以呢，在参禅的过程。认取本来面目，认取这个原来是如如不动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万念归一念的，所有万念归一念的参禅练习法。好，这个呢，在世尊的这个禅机对禅机没有，在这本书，叫做《密教奥义书》，开悟大公开。我看看这本是在第几页，125页的时候，他已经教你如何参的方法了。所以呢，你来听我这个课，嘿嘿，哦，资料很多。所以呢，禅宗的禅师哦，他们在讲的时候已经在讲他参禅的境界的结果。那我们读了这个他们禅宗的公案，只是在读他们结果，可是你不晓得他们过程是怎么参过来的。师尊的书，另外一本书，他把这个参的过程告诉你，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报告，让你们有一个系列的，有一个法可循的，最后还是要依照师尊的书一步一步过来。说的念头，我们人的念头有很多，对不对？有念头了，归于你还没起念头的时候，那个空空的，那空空的呢，还是见闻觉知，你在往上再提。到宇宙旗舰店，嘿嘿，太阳射出来彩虹，彩虹不要管它，源头是太阳。可是太阳的源头哦，又是什么？整个空空的宇宙，大宇宙，你要往里面去参本来的面目。然后呢，它是没有念头的，没有见闻觉知的，你去认取那个佛性。那这个呢，是让你练习的方法。哎，如果我的讲有出入的话，麻烦你要看《密教奥义书》师尊的文字，好，让你再去重新思考。我把师尊讲的文字再念一次给大家听。这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宜先明白，好，所谓的万念从见闻觉知开始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是指的是见闻觉知。识是指的是认识万法，从本来面目生，如如不动，亦不起念，见闻觉知，将万念归于一念，向无始无明来去识取，好，认取本来面目，然后识来识去，就是认识的识，识来识去，时机一到，的一声，豁然贯通。就可以看见万法从自性而生。好，这个是师尊在这个告诉我们万法万念从一从哪里来的这个禅定修禅的方法。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开始有点好像蛮空幻的，可是又有一个法依循了，才不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对不对？然后呢，参来参去，参来参去，有一天。师尊讲，的一声的打破，红日西升，就是粉碎宇宙，粉碎了啊！所以呢，在这篇文章后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唱那个师尊心咒呢？好，我们先来祈请佛住世，
好，我看看，在哪里呢？等一下，看看，哇，好，我们来唱上师心咒。大的师尊，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先喝口水。台湾夏天很热，多喝茶。好，那刚刚呢？还有谁讲那个？我看看谁讲的？爱丽丝丹，断除一切的妄念。哇，断除一切妄念，使身口意都得到清净清凉。还有这个慧能令哦，万念归于一念，所以宇宙不限时间控制，所有的事物哦，事跟物本来就是没有分别哦，归于一，一就是全部，所以东南西北归一都一样，所以太阳从东边升起，也同如同太阳从西升，从西边升起嘛，可否这样子解释哦？这个是思维的，这个是推理的哦，也有可能。不过呢，你还是这个希望你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哦，开悟大公开，你按照师尊讲的方法去禅定，有一天把你的这个妄念执着，还有种种的思想全部都打破的时候，你就发现，师尊讲的真理，什么叫做宇宙粉碎啊？也是讲得很好啊，只不过还是思维推理的哦。好，已经说密教奥义书再重看一次，这几天你们好，要看密教奥义书，我建议你们看，先看开悟大公开那篇文章，因为那篇文章有讲到禅宗的，你们先看那一篇哈。好，还有谁？何文艳啊，我的思考逻辑哦，好，没关系。还有慧能令哦，参禅这个课题很特别，很喜欢，虽然有时候不知道答案对跟错，或是想不到答案。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哦，也不要执着说啊，你一定要讲得对或者是错，我是觉得说去，每个人都去面对以前你比较，不敢面对师尊讲的禅宗的文章，对不对？你现在敢，愿意这个，再看下去，很耐心的去看下去，接受，你已经是踏进了一步。然后呢，我们尽量找出相关的资料来跟大家报告。May Lotus 感谢整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一些你的那个字哦，有一些师尊文章写的字哦，很文言，你们不要怕文言文，把它 Google 一下，也许是两个字，什么叫黄梅，对不对？黄色的黄，梅花的梅，你去 Google 就告诉你一些黄梅的知识了哦。那有时候他讲一些名词，是什么意思？你 Google 一下。有时候那个，你知道吗？这个书哈，文字如果你一个跳过去，名词一个跳过去，名词两个跳过去，
以下在写什么，你几乎都看不懂。所以呢，你们读书不用快哦，那你一句一句慢慢去想，慢慢去哦，你以后看就会很快。那这个刚开始看得慢，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佛学名词。等到你累积了很多很多，以后你看佛学的书，你会看得比人家快，因为你的佛学知识会比别人就是增长很多哈。那现在就是在读书会的时候帮大家整理了。好，那再来，我的另外一只小鸡跑去哪里了？刚刚那只黄色小鸡，哇，掉在这个，好了，那没有关系，反正呢，有一个人，有两个人，这个人就问师尊，师尊，请问什么叫做真佛？师尊讲，不说假话，不说假话就是真佛。好，大家讲真佛宗，对不对？其实呢，是一真法界，一真是一切真，可是呢，大家都是，那个外行人都分真假，但是开悟的是一真，一切皆真的啊，所以这个说那说假话的就是假佛。世尊就答：因真立假，因假显真。因为他一真一切这都是真，所以呢，为了要显现这个真，所以他这个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观念，什么是不正确的观念。因真立假。因假而显真，显现这个，要告诉大家去如何分辨的哈。因为的因，真假的真啊，那因真立是站立的立哈，因真立假，还有因假而显真，反正呢是告诉你一切都是一真法界。那僧人说明白了，好。但是又问，开悟是绝对的，那为什么相对的真假两边？好，要这个讲到佛法的最深的第一义谛，第一义谛的是绝对的，但是呢，很多人还在升起次第啊，对不对？因为众生的程度都不一样，你一下子给他讲最高的，比如说是不是讲贪嗔痴都是佛法哇，师尊的境界，他可以讲贪嗔痴是佛法。可是呢，我们的境界，我们可以说贪嗔痴是佛法吗？我们要戒贪、戒嗔、戒痴，对不对？哦，那为什么我们要戒这个？因为贪会犯什么错？嗔会犯什么错？痴会犯什么错？犯戒会犯什么错？会有什么业报，对不对？所以会讲到真，讲到假，是因为要让你赶快证悟到真道，才会跟你讲一些升起次第的关系，还是有不同的。嘿，但是呢，佛性是一样的，佛性不管你有没有开悟，佛性都是一直在的。哎，我只能解释到这里了哈。所以呢，你还在讲真，还在讲假，你对开悟的人还在讲真，还在讲假，是在讲你仍然是驴汉，你仍然是笨蛋。那这个人就问师尊：“你为什么骂人？是不是讲切忌是非？不要讲是非，为什么切忌是非呢？”对不起，师尊呢，最后讲，在月球上连一个人都没有，那什么是真假是非？对不对？师尊常常讲嘛，月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在月球上就只有你一个人，那。手戒手给谁看，对不对？你要造业，造业也要造对象啊，都没有。你要杀生，也要杀对象啊，都没有。那什么叫手戒，对不对？他用一个境界来做比喻的。好，你们去参了。下一篇讲自然也是见地物啊，一个比一个深。好，好。以前说贪嗔痴的确是佛法，可是在这个最原始的开始才要用到对治的。我们在升起次第，我们还是要戒贪、戒嗔、戒痴哦，还是有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的不同。就是利你好，没管理不会，就是要学习查看这种精神，也是读书会的正能量目标。对，好，还有谁？这个好，谢谢，那个好，那自然也是见地啊，那这个禅宗喜欢讲自然，对不对？禅师啊，你看，说我现在前面有很多花，
我们这个这个图有花有蝴蝶，对不对？所以呢，后面一篇要跟大家讲自然哦。那我先讲前面一部分，是不是讲说吼，他曾经旅游过释迦牟尼佛的八大圣地，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说法的地方，对不对？涅槃的地方有这个有在南印度嘛，有八大圣地。然后呢，他有访问到什么？那个达赖喇嘛，对不对？在天竺的白云那个文章，师尊有跟达赖喇嘛见过面。那两个人谈到色空的问题，色空，呵呵，色是好色吗？其实不是，佛法讲的色哦，是指万事万物所这个周围的环境，呵呵，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色法啊。哦，有因缘而聚合而合成的有为法、色法，然后呢，空呢是指这个佛性本体空性啊，所以那怎样？所以《心经》讲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哇！那师尊跟达赖喇嘛两个就在讲色跟空的问题，对不对？色是法界，哈，那空是真空，真如真空。那达赖喇嘛就，这个。请问师尊，达赖喇嘛问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有什么见解？问师尊的看法是怎么样？我那个《心经》哦，《心经》里面哦，他把万事万物的道理，你现在看到很多花，嘿。”它只是暂时的，一时有的，对不对？到最后还是回归到空性，所以色跟空，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师尊你怎么看呢？师尊讲双运，色空双运啊。然后呢，那个达赖喇嘛他讲自然，两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师尊讲说这个是那个双运，好，是他们能够色跟空任运自在的。那达赖喇嘛他只是讲这个就是自然，师尊想要在讲的时候，达赖喇嘛他就把他止住了，到此为止。那师尊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呢？师尊讲所谓的色空双运，好，念给大家听，是指不偏于色，不偏于空，走的是中观，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观之道。你所这个看到的这些相，你不执着有，但是也不执着空，那是这个要自在运用的，那好，色呢是世俗地，空是生意地，你如果说你上班，你如果都是空，对不对？那你上班。你都不要钱，那你如何养家啊？你说都是空，那你不要吃饭，你都是空，那你都不要穿衣服，对不对？你还是要有这个有为的东西嘛，你还是要穿衣服嘛，你还是要吃饭嘛，你还是要住嘛，你还是要走路，你还是要上班嘛。这个色法就是关于你日常生活所要运用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一直执着这个色的法，因为呢，这个毕竟到最后回归你死的时候，这些色法都是归于原始的风貌，对不对？所有的色法每天都在循环一个空，像我们读书会现在哇出现了景象，等一下就没了吗？就关机了，就是空了吗？对，等一下隔一天又出现那个。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又关机了嘛，所以色空一直在循环，一直在运用。你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也是一直在运用嘛。你吃饭、上厕所、做什么，对不对？一下子，你在进入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过程、运程之中，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一段因缘结束了，又下一段就结束了，又下一段又结束了，不是色空一直在运用嘛，一直在交换嘛。所以呢，色是世俗地，空是圣意地。佛出世间不离世间解，如来呢，在这个世间弘法，对不对？他呢证得第一义谛，证得空性，但是呢证得空性却不离这个世间的，如何去这个让这个空性
能够更圆满的，只有世间的法能够令空那个空性更圆满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不了解世间的，而一味的注重于空，嘿，你这个空就变成完空，一切都没有嘛，都不要执着嘛，一切都是空幻的，嘿。如果太执着空的话，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间生存的，对不对？那个你就不用吃饭了，所以以前那个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个大学生讲，哇，这个世间都是空幻的，毕竟都是空幻的。然后呢，就自己呆呆的，什么都认为是空的，这个也不对。是你知道毕竟最后究竟是空的，因为有你空性的智慧，你才能够运用在人世间，运用的很自如的。哦，你能够运用，但是也不会执着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哎，所以呢，人家问师尊哦，那要怎么样去做世间的事情？虽然讲说，你只要尽心尽力去做，但是不在乎成果，不在乎结果，哦，就是这样子啊。他说他写，比如说他在写书，对不对？一天写两篇，是不是写文章？一篇写两篇。那如果有一天有事情了，只写不是写两篇，写两个配角。好，一天写两个配角。那如果今天有事情写一个配角，可不可以？也可以呀，对不对？这个就是色空不二，每天做该做的事情，那该做的事情做完，好，不管能不能做完，嘿，那他运用在他日常生活里面，他不执着，我一定要达到我写的这个诗歌，写的这个书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嘿，因为他有空性的思想。哎，觉得这个人生最后都是空幻的，因为有空性的思想，那做事情只要专一就好了，对不对？哎，那所以呢，他在有一篇文章，我帮大家找出来，等一下，要打开，好，等一下，看看剩下几分钟能不能为大家讲这个哦，这个是在这个哦。皆汝坛心里面，师尊就讲到说，那个像他平常写文章写两页，早上起来就写一页，为什么写一页？因为呢，今天有事情做完了就回来，时间比较少，所以就写一页而已，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写两页，好紧张的去写两页，不用紧张，因为时间比较少，就写一页就好了。每天写文章，那时间有就去写，时间多了就写多，少了就写少。这个就是用空性的思想来做每天的事情，就是色空不二。哦，那念佛也是一样。他说念佛呢，是他每天要念阿弥陀佛。哦，那佛菩萨将来接引往生，写书呢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哦，画画是为什么？是让自己心灵能够专一，很自然的。不去享乐什么，不为什么，嘿，好，所以呢，也这个师尊也写书，对不对？也画画，哦，也修法，然后呢，他要为什么？也不去想你要度到底要度多少众生，心里很急要度所有的众生，哦，师尊说，只要你做了度众生的工作，你就可以很自然、很任运，嘿，这个就是色空不二。的运用，他知道是空性，他能够运用，不执着这个有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跟阶段，但是又很认真的、很积极的去做，也不荒废，不给自己压力，就是色空不二的义谛。哇，我解释了很多，这样子你听得懂吗？所以呢，佛出世间不离世间解，双运，这个是龙树跟提婆的见解。达赖喇嘛讲的自然是勉强挤出来一点，自然也就是这样了，色空都可以是含糊一些，但是也没有错。好，这个是跟大家讲，哇，又11点了，后面那一段又讲不，又没有办法讲了哦。好，那这个是这一段这篇文章的开头，在讲说禅宗禅师有时候他们要讲自然，他们的这个展现的方式是自然的方式，
什么是禅师在讲自然的方式呢？明天再为大家来分析哦。好，再来看看还有谁留言的，已经也跟像达赖喇嘛说的一样，自然这两个字还要继续参。为什么讲自然？明天会告诉你答案的。何文燕，不执着于空，不执着于有色空不二，取中道接近于自然。对，刘英兰、张素珠，还有柯丽化，嘿。好，而且俊色空一直在循环，一直在运用。对，好，心经里面色空其实是不二，这个有点像我们修到最高的内法啊，怎么参啊？好，等等丢，曾经云还有上师，因为生活长期以来四个月吸二手烟，严重身体状况不佳，嘿，这个那个生活环境要怎么去调整哦？如果说是。环境不允许的话，还是要去改变那个环境比较好。好，单单丢，爱丽斯丹啊，开悟者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开悟者任取真如，真如恒在，真如不生。嘿，你知道什么叫做不生吗？没有分别，对，没有分别哦，不取跟不刮。你把答案都写出来。已经贪嗔痴的确是佛法。可是这个是最原始的开始才能用对峙的，那个是开悟者才能讲的哦。好啊，面瓜令不会就是要去学习查看。好，这个对。好，再来还有是谁讲那个什么回人令啊？空性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介意成果，就不会升起烦恼，就会摆脱烦恼升起，得到空性。周家宝，多谢上师开示哈，谢谢。好，不何文业不执着于空，不执着于有色空不二，取中道接近自然。好，这个大家都回答得很棒，都有体悟，对不对？哇，时间又到了，我们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同时大家来参谁在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从西边起来，宇宙粉碎啊！那我们继续再去参它的意思，什么叫做佛法大义？然后还有讲到自然，什么叫色空不二的道理？好，从师尊的文集里面，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充满了禅味，让你这个人走出来，你比较有修行的味道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出密教奥义书里面讲到开悟大公开，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资料，不是只有念师尊的文章，而是还有师尊，其实呢，在他的禅宗公案，在以前的书里面就已经有解释了，我们把资料找出来跟大家报告，对不对？让你们呢有法可循，有依可循。那我们感谢师尊为我们做这么好的开示，也是救命爱死的路要比不离不离。明天星期五晚上
10点，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我们空中再会哦，拜拜。